8016 全州12345。您好，您编号为200-7130-0159。验证码为168476的诉求件已经处理完毕。您可在5日内致电0595-2838-2345或登录全州12345便民服务平台网站，通过编号和验证码对。27到20度，洛江多云转晴，27到20度，晋江多云转晴，27到20度，石狮多云转晴，27到21度。我今年70岁了。老夫已经过世20多年了，现在只有一个儿子，现在是残疾，一级残疾。2020年的时候，在石狮做广告摔下来，现在至于残疾，现在到现在18年了，一直护理18年了。那18年当中，就是到2014-2015年才有国家有领一点低保费、生活费，以前全部是我自己自理。以前呢，2020年到2013-2014年这几年当中啊，欠债欠了10几万。广播呀，广播呀，广播呀。
我如果不在的时候门要关好，鸡咯老鼠跑进来他都不懂。小电视是来擦掉一些地板的。这东西，太阳好的时候摔不要那么长，如果卖太阳要摔干一点，太阳就可以摔干细晒了，卖太阳要亮一点去靠了。如果下雨天呢，要是我就用那个插电的电饼哦来烤哦，不然一天要几次啊，不是一两次的时候啊。来这样，要注意呀。